色变得好诡异。天师们发生了什么？神尊神将，应是天魔众已现身。受了重伤，速至神元塔。神渊塔怎么会？小秋，墙有墙壁，莫。早已料到尔等宵小会来抢掠，本尊怎会不做防备？锁链，魔族的力量吗？血蹄青雷，全身凌厉，前所未有的澎湃。第一时间催动，将其一击毙命，而你拖住天魔。本尊重塑阵法，拖住天魔女。各位长老，
师姐，是否无碍？没事，我没受伤。启禀掌门，此役我天师门重伤弟子计37人，其余弟子亦多有负伤，若要恢复元气，怕是需要些时日。天魔罪大恶极，他日必遭天道惩戒。师祖保佑，幸无弟子丧命。掌门师兄，神元塔受损严重，神子应如何安置？是否要立即抢修？暂且不必，我另有安排。灵光师妹，你带还能行动的弟子立即下山，传仙盟令与各大门派，请他们速来天师门举行仙盟大会。掌门，你是想……神子与天魔众之事，该公之于众了。是。之前希望月姑娘除魔未到，上神所言极是。孟章掌门，穿越六界并非易事，那天魔众短视，天魔众来势汹汹，今日若无二位挺身，神子若落入天魔之手，如此严重。神子的能力并非仅是神将，而是月姑娘修行御灵之术。素闻贵派善于御灵，御灵来自这手卷所记载。太好了，就像我方才所言，天魔众短时间内不会再来。月姑娘，谢谢您。客气。回去告诉爷爷，他一定。孟章掌门，不必了。二也愿月姑娘尽早寻得灵术，如此良机，到时也请上神同为自然。他修为提高，那请上神收下这个。